打一啊，这样不公平哦，所以把比赛规则公平一点。哎呀，不要打！哎呀，完结，战斗决定。上King Channel的朋友 ，What's up？ 哟、yeah, ，你好，我是 Jim， 我是 Bernard， 我们又穿国服了。我又想到越南，真的？人家会误会你对越南有什么？因为我们去全部都中毒回来。真的，幸好是最后一天呐。如果前几天我跟你讲，哇，糟糕，我到现在跟你知道，到跟你讲啊，我还没有碰过越南城。不是不是说越南好，是真的有阴影。我每次看那个食物有那个盘在那边呢、啊。对，我就觉得有那个味道出来了。每个地方都一样，要会找吃，不要找错吧。那到底我们吃过什么？你去看我们的影片，是、啊、这里。你错少，我跟你讲，很潮哦，这个opening我们的。哎，感觉很像很要红利荡漾吗？对哦，今天来到这个国家队的场馆呢。而且我们从外面走到里面了，你看今天啊，后面是 stadium 买的。Everybody， 这个地方呢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到来的，一定要是你是 as team manager。教练啊，或者是选手们才进到。我们的身份越来越靠近，之前我们是来看选手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慢慢接近要做教练。我们来选选手，教练啊，主持有比赛的，他教跟感觉走。我还讲不用training的。亲近什么、啊、去比赛了，去比赛去到自然自然就有了的，不是赢就是输的啦，金牌一定会来了的，金牌一定会来了。有史以来最长的本领了。哎，真题真题，干嘛回来回来 everybody， 今天呢我们是去乒乓队的、啊、没错，国家的乒乓队，而且他们邀请我们来，我们要谢谢呢就是马吉斯跟哪个啦啦，没错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兵种，哎，兵种乒乓总会，为什么他们需要我们来？因为一直以来呢，他们都没有拿过金牌，而且我们拍的所有的运动的话呢，是都是可以让他们拿到金牌的。你看那个dodgeball， 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，对，跟我们讲话了，够世界冠军是，然后我们拍 gymnastic， 没错 ，Sea Games 东南亚冠军呢，好像弄得很厉害这样。李子佳过来跟你们加拍拍一下，没有拍，没有拍，李子佳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，我错，对不起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Malaysia National Coach! 以前的乒乓很多是华人接触的哦，现在也是吗？嗯，现在大多数也是华人，但是我觉得马来人也很多了。Scouting 是你吗？啊，还有两。看到如果是成年人的比赛，我会去哦。成年人你还要去的吗？要请那个这样老的这么老的来，可能来做教练，经验多一点啊。对，因为主要乒乓是两个人打，而不是一个人打嘛。训练对手很重要嘛。如果是因为你不要你懒惰啦，你不要跟他们圈了。不是，因为我水平不如他们。有没有？有。可是我想知道一下，我觉得观众也是一样的，想知道就是在马来西亚乒乓的这个成绩。到底曾经有多好过？今年是最好哦。今年总共也是两个赢，两个赢。哇、哦！我们呢，大概其实是一个铜牌罢了。那个铜牌那个有赢到吗？啊，铜牌那个反而没有赢到，哦、但是我们呢，我们的真的有来吗？那个铜牌那个有。尴尬哦。不要不要。在你是有多个人在 under 你的群？多个球员。现在整个队有26个人，对。多少岁到多少岁啊？啊，有13岁到最大25岁。25，哇，这还蛮年轻的啊，团队。是啊。其实乒乓可以打到几岁先？现在有一个你啊，卢森堡的打到25岁、哦，但是女孩子可能要求动的范围没有这样大。为什么呢？但是他那个场比较小一点呗。他的打法也没有，他的打法也是跟不一样的，也不一样。他拿的他是打胶粒，可能怪一点啊。但是你正常。什么是胶粒？胶粒啊，胶粒就是对粒子。所以你看哦，拍有不一样的拍的吧？对对对，这种是滑面，这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啊。哦，是滑面，两面都滑的。看啊，我这样过去看啊。对，滑面的。对，这个是滑面，这个是胶粒的。胶粒的，会凸起来的。它胶粒还有分长粒、中粒、短粒。这样为什么？它长粒可能它跑的范围没有这样大。为什么那个球还是会来到你那里？它比较怪。OK 的，这个是 training 的 system， 你们还是在那个 world ranking system 呢？有放下你的名字是打胶片还是不打？没有，就是你从小就是打什么胶片，你就是往那边训练。所以就是一个习惯的感觉。啊，因为乒乓讲究很多细节。嗯，你技巧的东西，所以是打胶粒比较受 respected， 还是打胶粒比较 respected？ 嗯，讲真的，讲真的，现在滑面比较那个， respect、因为有进攻力，比较流行啊。因为你这个的话，你最多是反打 defense，
这个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它讲旋转的球过来的话，是你动过去是一个角度就可以了。好像懂这样哦。是哦，你听得明耶，真的。因为我有做功课 before 我来的。哦，是啊，哇，真的以为我没有做功课啦。可能啊，马来西亚没有拿过冠军之，是因为我们的球员之只是打一种。如果你会打两种的话，是你对方 check 不到你，很像野球一样的。怎样打打打换牌？因为你是家跟我坐在一起，他跟我是打地人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帮他讲的，所以我教你。你就能我做。现在中国啊都没有这样先进啊，如果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超越中国嘛。要多少年才有机会？所谓的你钻研到其中一种，他刚才讲七岁八岁，就像 Jaden 明今年就可以就要来打了，然后打到他十六岁。Jaden 正小哥。你看啊，他七岁这样矮哦，他这么抓拍哦，是，然后他就这样啊，是啊，原来是啊，所以这样长得也是白的。然后我之前是我们小学的时候打的时候，是吧？我们有做一个动作的指点动作，有吗？什么动作啊？这么的，要看他吃不吃，弄头发，弄头发，真的、啊，这么的，他肯定会被粘头发。因为有啊，因为如果他不粘的话是，你拉着他不吃的话是，一想这个皮要换了，哦，你不会啊？他刚才讲的东西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？没有，是可以 test 到的嘛？你们 test 没有在格达？格达，格达，你们去打的这样确定不是给人骗了？很明显是还被人宽了。我们流程完全学校全部这样子，沙巴可能是这样子啊。我回答，哇，你这个很刺哦，当然啦，这样子。沙巴的朋友这么有脸，你们没有了吗？我没有听过，是吧？等下我问他，有啊，也是有啊，来自哦老一点的教练年轻，是是是，他跟我同年的好不好？OK，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蛮清楚哦，真的讲了很久，这个访问好像已经可以结束了，可以结束了。谢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如果你们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何颖姐姐，何颖姐姐打了多久？20年，打了20年，你从15岁开始打，没有啊？是谁 introduce 你乒乓？我家里之前有放一个桌子，我不知道是乒乓桌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乒乓球。就是我爸爸叫我拿牌上去站在那边。你爸爸站在桌子上啊？没有，站在桌子那边这样打，然后叮咚叮咚，我才懂那是乒乓。他可能看到有东西啊，就开始正式来。有天赋，所以正式来练了。因为我住在甘榜，然后那里之前没有什么 club， 什么 club 没有的。所以以前我的训练地方就是在我家，所以是谁训你爸爸？爸爸就是每一天对着我爸爸。哇！真的，以前乒乓我们练乒乓啊，都是你遇到一个真正会打的，会要教你，嗯，很难得，就是他教你啊，你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。现在有很多选择，外面很多 club。尤其是 KL Slang 哦，现在很多。所以 OK， 很像刚才教练讲的很重要，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肯教你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想，我们黏着你了，可以，然后教我们一下。OK， 可是我有个好奇的 ，before 进我好奇，每次为什么乒乓拍有红面跟黑面这件事情？因为你可以给对方知道你是打的正面还是后面，后面，然后因为 before 你去比赛之前，他会知道你前面是什么，后面是什么。对，就是 in case 他后面是这样子啊。对。所以如果今天我倒转拿着进去，那会有问题吗？没关系啊，所以你的红色还是这个，黑色还是这个了，所以对方已经记得。所以小时之前所以最主要是给对手知道你现在用的正手是反手罢了。是，所以他裁判给你啊，还没有打之前查他球拍，交换球拍看。哦，还要跟他交换球拍。对。所以就是那过程是走过来，然后。所以为什么我讲，如果你去练球的时候是，你会两种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的球开得好的话是。你就是压制对方来打了哦，你先试一下，先接到一粒来讲，先正常的，这普通最普通的。OK。Yes， 我接到教练的球了。所以现在是有旋转的，在会什么？旋转的。旋转就是它会转的。啊，会转的。OK，Thank you。OK， 来多一次旋转的，一个是40度，我用同样的方式接，因为是有旋转的，一个四十五度的。我觉得镜头上看到不是很明显哦。是啊，你要拍他，你要拍他，然后我镜头来看他的球。你看他球，我觉得看他球啊，哪来啊？你看我们的拍啊，拍这里啊。来，进啊，对啊，对。啊，转。啊，正常来了。正常的是这样。直的，你看。啊，看得出啊，有啊，有差别，看得出有差别。那分得来。还有一个是逆旋。逆旋。对，你会飞那边的。逆旋。我换一个比较能接的人啊，你休息一下。哎，我未必可以接嘞。哎，你最厉害了，你最厉害了，来，我要看你们的感受。正常 ，OK。OK。正常 ，OK。OK。这个是侧旋。
无语哦，真的是过不一样的感觉是不一样，快点，那个球拍的感觉会有，对，你必须往那边，是我要往那边去，然后还有它是上旋，你不能够这样子，你要这样，我往下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哦，可以了，来来来，哦。往那边用力，但是他进来是咯，所以我听不证明啊。是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疑问，没有很大的疑问。来，你问上旋跟下旋，你要拍不是都？我这个是往上给力，这个是往下给力。多一次，一个往上给力。你看球是起来了，这个是往下给力。就是一个很切。其实他做这样多动作，你不要看他那些动作。你是看他接触到球的时候，球那一下接触球的，他动作他很多是这样子的，有些这样子啊。以前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三 D 版的托米啊，这样子的。来打了。所以击球点低一点，低一点球就低一点。他对不准。哎，我换下本的看看，来，换下本的看看我。开球，我还没有学，还没有教过我。反手也是，你不可以，就要丢起来，要丢起来一下。还有一个，刚才你在里面丢是不对的，也是犯规、哦。要在外面丢、啊，你必须在先后面丢，要在外面这边。OK， 好，就这边，一掉在这里啊。哇、哦， okay, 明白。对，我那练开球罢了。我一直硬哦，很有辣哎！明白。你身体可以动一点，自然一点啊。他会动手腕哎。他会动手腕。他会动手腕，很专业哦。是啊，哇，教练，我看到你啊，我看到这样做就跟着做一样。嗯，不错不错。来要，我本来要教我进去国家队啊。明白。Okay, 你每天都要。比如说，如果今天我们这样来了，我们还是要想有一个小小的目标，就是等一下有没有可能啊？我跟 Bernard 我们打合影，我们有机会在他身上拿分就可以了，有可能拿分有可能啊，有啊，拿分有可能、啊，但是赢是应该是很难啊，除非他不是用这个板啊，用鞋用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哦，这可以啊，这样谢谢你，我懂了，这样准备一下，制作组。另外一个来，你做一次我就可以知道了，来我看你啊。他会这样转，他会转回去一点点的。啊哈，可以。可以，可以了咯，那就这样子了。引力爆哦。啊，哎，可以哦。你看我明白原理就可以了。没有转哦，看来。哇。下旋你的板要这样。下旋是这样。然后往这边用力。切。啊。对对对对。啊。下旋。对对对，这个好点，这个好。接开球啊，不是接球哎。OK OK OK OK， 我来得蛮爽，现在兴奋了，兴奋了。对啊 ，Jim， 你看到这样，你看到这样有压力吗？看你的对手，爸爸，你要判呢？他有压力吧？我现在觉得。哟，哎呦，哇！我这画面美啊，感觉有力。哎呦，大家都在看到我哎。哦呦，因为你太有天分了，他们。哦，教练讲太有天分了。所以现在脚步，我会给你这边一边一个，这边开始吗？对，发了球，对，你打了一个，是，你跳，跳过来，再打一个，打一个 ，OK， OK， 我来，你发那边啊，打一个你才跳 ，OK， 跳，啊，对对，那边对啊，那边错 ，OK， OK， 好吧，哎，这个球坏了，你怎样 feel 到它坏？这个不是坏，这个球比较不好，怎样说呢？你听它的声音，正常的是，噔噔噔噔。等等等等一样啊，是吧？不是吗？这个啊不一样，我俊杰听到我。这个响一点，听啊。不是的是。哦有哦，所以通常坏的你们有一个很帅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啊对啊，把它踩掉。嗨，
说有声音了。刚才这粒球是没有坏。哦，你踢错球啊？不是，这个球还没有坏完的意思。这个球是比较不好，因为但是还不至于坏。哎，给它回去啊！反正你就可以踩。刚才那个剪了 ，OK， 接这个，那这里，通常最帅的坏了。哇哇，真的哦，真的是整个破掉了。没有，而且里面原来是这样的哦。是吗？我第一次看呢。来，原来乒乓球坏是这个样子的麻将。嗯，听那声音，这个是不有坏。他走去踢烂了，这个才是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，是我们看国手的厉害，因为我们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感受到那国手的真正的差别在哪里。所以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何颖学姐，命中率到底命中率可以怎样？我们放八个杯子，我们只有十粒球，所以你只有两个错失的机会吧？对啊，可是这个训练你是没有试过，对不对？没有特地讲几粒球里面要完成，可能这种东西会在偶尔久久来玩游戏啦，玩游戏做吧。正经，今天开始，以后成为你们的习惯。好，来上杯，我们看国手的差别。MKC 300,000，我跟你讲，刺激啊！我看到他，我都紧张啊！现在紧张呢，紧张哎！用怕了，打嘞，打吧！啊，来了！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哇！很厉害！哇哦！哇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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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的，哇！来，哇！帅了，这个超过了一粒是吧？我们用十一粒，很厉害。我很紧张哎，把可以讲啊，也要有一点 lucky 啊，所以才可以达到。lucky 很多时候也是我朋友哥教我，也是要 train 出来的。对啊，真的 lucky 也是 train 出来的。你要时常练习，你才有 lucky。你以为我们去打有 lucky 吗？所以我们也看到学姐的厉害啊，真的。我们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大挑战，终极比赛。终极比赛，我们两位男主持人对垒和赢学姐，我们打十一分制就好了。2-1啊，2-1，这样不公平哦，多不公平，因为他是国家队哦。确实，这刚才教练也是有讲，如果这样你要拿到一分还有可能，但你要赢有点难。所以这样子，我们把比赛规则公平一点，就是只要不善跟可得到一分的话，他的拍会被转换去别的东西。MKC 2022乒乓决赛又来了。Roll，有球是不可以开旋转的球啊！哦，不要旋转球啊！是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开始啊。OK。一个，啊，一个。啊，1-0，你要用力一点。教练好笑。一打，哎呀！一打，哎呀！哇！换道具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乒乓球员拿羽球拍来打羽乒乓。我没有看。来来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。哇！哎，可以耶。Yeah! 两分，滑到底！2-1，你看多公平！他又输了。2-1，你看多公平！来，我左手跟你打。哎 ，OK， 这个我不跟你算练 ，OK， 但是中不跟你算练，对，但是淘气 ，OK 啊。来 ，Come on， 我们不是不尊重啊。但比呢，我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呢。哇，还没有适应好又换了，本来要适应到了又被换掉了。你还想适应那个啊？这个很软呢，这个怎样？这个削嘞，适应点。哇，教练好哦。OK， 我们开球哦。OK， 所以目前我们领先最高分是3-1。惊喜到离谱！你看，我看啊。我开普通给你啦，好不好？我开那边的，我开那边 ，OK。OK， 好，来啊，接啊，一定要接到一领是吧？来啊！哎呀，
麦糖。然后讲你们在羞辱国家队，我们在开着那种最基本的球来，懂吗？哦，完了完了，我跳啦啦队啊！这个有机会，这个有机会啊，这个有机会啊！你这个要追回了啊！哇，不一样了，很怕。没有啊，适应好一个了，又被换掉。是，适应了又被换。人生就是这样的咯。对，所以现在是四比，哇，老伟没有事，走开。很累，这一招又过去那一边呢，哇！收工了，我接不到那边。来了，换道具。哇，一个比一个还难。我这样子，我觉得一分都是困难了。这个有机会了，我觉得你。后面了，你看，试看。教练来了，哦。哎呦！我没有想过他会用这个位置来打嘞。哇，教练在适应这样，太不公平了！你们这样欺负我的学生。打横的看，横的。来，高给你，我打高给你，对了。哇！你要打准这边，可以可以，哇，可以耶，哇教练先把他贴小武器啊，你要 OK， 来你开，我开哈，哇，来下一个，太难了太难了，六比一，六比一，来六比一啊，啊，哇这个来了，这软了，他有一点沮丧的感觉，你看他已经闪掉了，哇，我六比一，开给他噻 ，OK 来。哎呦，这个女人很狠呢，往那个方向去。可是来不及了，我们要换道具哦。真的，七比一，我们换道具。我们换道具是没有道具，这一次用手，用手。来来来，我们是不是有点过火？有点，太认真了。啊，想打哎。用指甲应该可以啦，可以啊，手掌可以，手掌可以，我教你讲打来，手掌可以，手掌可以。哦，现在他们是国家队，现在他是刚崩的，要乱给他。八比了，八比了。现在我们看到何颖已经处于那个崩溃的状态了，心态已经崩了。到底他能不能反败为胜呢？毅力都打不过。哇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这个来了，来八比一啊，还快点。哦，到底吧，你看，有机会了啊！哇，他的卡，他的卡有效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。等一下，都讲了，九比二，换道具，九比二，换道具。你给我，终于，你给我，终于，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来了，他现在来了，来啊，只有两分，然后我们只要拿两分就可以了啊，两分嘛，啊，来了，哇！哇！你跑得过来了，他真的认真了，49。哇！对，你这样打是对的，打到就赢啊！一打，完了。完了。Game point 六。十六，我再给你用回这个，你可以旋转。哎，我们十比六啊，你开没？他开了，他开了。我们只要一分就可以了。好怕了。教练讲，他怕了。OK， 七比十。我们的压力你 handle 不到，怎么可以去国际比赛？七比十 ，Come on。哦，还要加力啊！我只要一分你，我不理了。一分帽，一分帽，输又杀，不输又杀。哇！那这个来，不要给他了，不要给他了。你要 game point deuce， 哦 deuce 啊 deuce 啊，他开球哦，回动球，你慢搞球啊！啊，对，打不到也不紧，要低一点点，快按。OK， 十一比十 game point 啊，十一比十，你看，你看。不愧是国手，
我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建议让我们这样做，是要他的选手们呢受到不同的压力。没有，他只是批准了我们吧，但是他没有想过我们这样过分。因为如果我们两个的压力他都 handle 不到的话，他去国际比赛怎么可 handle 到压力？真的，因为我们是良心用苦，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到最后我们虽败犹荣，自己看。算命很喜欢用的这个。你看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真的在哪来的玩意哦？真的，你们拿了我们的刀剑玩，绝对有可能吗？可能。那哦，他们就是以前的两姐妹花了哦。他们俩是 hello 的呀，害羞。那你 read 一下我们今天的，你觉得两个的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尤其是可能他感觉还是不错的。你看一天，明白，假以时日，他一定可以达到你的巅峰。对，天分是一部分，努力还是更多。讲真的，听到吗？所有想进国家队这个乒乓队的朋友，是我们这一次也希望是可以。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乒乓是侯赛磊的，而且会越来越好。也问一下我们第二个教练，那我们陪练呢？我的他是对我来讲，他真的是有一点天分，他这个动得很好，所以他的节奏感全部都抓到。然后过后换阿 Jim 的时候，好像他刚刚一开始是不会脚步的，然后动作也是比较硬一点，飞来飞去这样啊。接触乒乓也比较少啊。对对。所以为什么要定时的 training？ 然后为什么他们花时间每一天早上就来 train， 下午就中训，然后是其他体能 training， 是因为是有基本的。你再有天赋的话，是你没有去努力去 training 的话是没有用的。是。所以其实讲真的，如果是一个人肯刻苦耐劳去 train 好的话，是经跟那 program 的话，是你不会输那个有天分的人。可是你们一天的 training 大概是多长时间？像他们上学的其实是蛮可怜的，早上6:30上到8:15啊，然后就回学校4:30开始练到早上一个 session， 晚上一个 session， 下午一个 session。然后我们大的就基本都是专业的，早上8:00到10:30，下午2:00到4:30，星期一星期四4:30过后还有 gym， 像今天他们刚才就去 gym 了。哇 ，respect 啊，真的是，喂，厉害。加油，真的！我们希望更多人会去关注到你们的比赛，是。然后呢，所以希望你们也做好你们的本分，是 train 好，去迎接新挑战。然后希望你们 ranking 越来越高。是，不用担心啊，因为我们之前拍过的之后都会拿金牌的。OK， 借你们的。如果没有拿金的话，是我们 delete 这个 video。希望能会有更大突破啦，不敢讲什么，但是希望会有更大突破。来 ，C game， 加油，金！金金 ，Yes， OK， 好，今天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对，我们也要谢谢 MSN 啊的安排啦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对我们乒乓总会，哇，这个我们本来真的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拍摄的，可是今天接触到你们，就感恩，所以谢谢你们继续为马来西亚争光、出分力还有争光，还希望更多人支持乒乓啊，是个人还是所以那些商家其实也可以给予 support， 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我们 link 放下面，如果商家们想要给他们大力支持的话，按进去 ，OK， 去了解这些详情。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。好，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呢，记得按个 like， 留个 comment， share 给你身边的朋友 ，OK 啊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有你们支持，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。对。